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终于呢，这个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我真的真的终于弄好了、哦。这个电脑呢，又被他们，我跟你讲，他们绝对是追踪我的 IP 位置，直接攻击的。然后呢，我好不容易呢，嗯，又弄了这个一口气，哈、哦，就是我跟你讲，绝对不要用 Windows。但是我现在就是。 还没有把 Windows 搞定哈，就是我们要么就用 Linux，不然就用 Deep In，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软体。你不要以为说哦，这是什么大陆的，你就不要用不。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软体，就是不要用 Windows。这是菩萨告诉我的，他说 Windows 太太多漏洞，会一直攻击我们，很容易就攻击到我们。 而且菩萨说，绝对不要再用中华电信了，他会直接攻击你，知道吗？我都是说给在台湾的中国人听的，哈、哦，如果你不是中国人，那你就不用听了，哈、哦，因为菩萨说的都是真的，他随时都可以攻击你。中华电信加 Windows 等于死掉、死机。OK，我真的真的又被攻击了，哈、哦，就是又不能录影了，真的。那现在我又好不容易又弄好了，哈。但是因为你要。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系统，非常的对我来讲啦，我们这种小白，这个电脑小白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哈。然后这个，嗯，另外我现在跟，赶快来跟大家来汇报，因为呢，里面的东西又全部都不见了，你要再重新建立，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难哈。而且呢，可能我们的外界一点，可能也,也有可能也会中毒 <coughs>，所以就变成说要叉叉巴巴叉叉巴巴的，<coughs> 那。 很抱歉呢、啊，就是要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件我之前已经讲过的事情，非常的重要。菩萨特地给了一个前师，虽然你们没有人会相信，但是你只要自己去做实验，你就知道了。赶 <coughs> 快來跟大家讲，菩萨已经说过了这个苗的事情啊，这个喵的事情，所有这些反喵的这些啊。呃 你知道的，我之前讲过的，他们那些台湾的网军、马来西亚网军、日本的网军，好，他们说的事情，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真相，他们被骗了。不道说，是美国中情局故意要骗大家的，所以不能怪你们，知道吗？那当然有很多一些非常热心公益的直播主也被骗了，虽然他们也不相信。 我跟你讲，百分之一百，你们被骗了，真的不是你们所说的 “shedding” 脱了外套落在你家脱落，不是，绝对不是，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他为什么菩萨说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个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被骗了，因为菩萨说美国那些欧美那些垃圾洋人博士，他就是故意要骗你的。 你懂吗？所以他故意的搞出一个所谓的 M 二哒哒哒哒哒嗯哒哒哒哒 A 这个东西，他故意告诉你，但事实上他所说的成分全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为什么他妈这么做？因为他要掩盖真正的墨子。 希望这一个东西，外加石头，就是代号。你听得懂不懂？听不懂，你就可以问我本人。好，菩萨说要跟你们讲。嗯，不管你信不信。好，那这个千师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就是问菩萨说：“那那些博士所说的，难道都是假的吗？”菩萨说：“真的是假的。”因为他说。 你们因为名，你因为他是博士，你因为他是美国人，他是日本人，他是洋人，你就相信他。你因为这个名，而他丧了这个德，丧在说文解字家的王王失了这个德，他丧失了这个道德，他根本就不和你们相同啊！所以菩萨说，你切记啊，你心里都亡了。 忙就是亡了心了，啊，丧也是亡的意思，忙也是亡的意思。你没有用你的心来感受，但不是他说这个不能够怪你，因为太难了。第一个，你没有工具；第二个，你不是博士；再来第三个，你没有办法证明，所以你就听从。 你所崇拜的洋人、崇拜的美国人、日本人这样告诉你，欧美这样告诉你，法国人这样告诉你，德国人这样告诉你，你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本人，甚至连那些汉奸、那些中国人也都被骗了，而这些中国人可能自己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反喵喵网军他们。 也是不知道他们之间干嘛，上头叫他们干嘛，他们就干嘛。但有一些真正的公益的直播主，真正的很认真的，也被美国人骗了。因为菩萨说是中情局故意骗你的，所以他说变做凶，你就变凶手了。而这个凶这个字是菩萨说，每次有这个凶这个字就是叉叉，骷髅会，它代表的是骷髅会啦。 这个一谋集团的，你知道打手，他们故意要跟你说你解释变，啊，就等于说是一种变更、更改。说你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变就是改变的意思。所以让你最晕晕的，就好像是李广这样子，因为李广霸凌业烈。 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就这个故事，就是李广啊与匈奴。没关系，我们以前也都被骗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被骗了，这样就好了。那你如果不相信，可以，你可以不要相信，没关系，你继续。 相信那些美国人、欧美的所谓的博士，你去相信他们好了。菩萨说他们是诈骗的，真的，因为他们拿钱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他要掩盖最终的墨子希望真正的答案。他完全他都不告诉你这个事情。 而真正在讲墨子希望的，好、嗯、不多，真的不多。那菩萨就用这个故事，他说：“李广霸陵夜夜猎，而且他说为什么要叫做霸陵？为什么要讲霸陵？因为啊，霸陵啊，它到底在哪里？就是以前的汉文帝的陵寝。” 有时写作“霸陵”，啊，就是霸河，就是靠近这个渭河，啊，靠近霸河，在什么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经灞桥区西王街办这个毛溪村西，当地人称为“凤凰嘴”。 而古时候呢，古墓的名称霸陵，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县的东北，离长安有三十里。啊，古时候的里。那么汉文帝的陵墓呢，所在之地，而且呢，也有关于这个，你如果说霸陵桥是位于甘肃省的渭源县。 城南的清源和尚，建于明洪武初年的平桥渭水啊。我们之前有个签，世，不是有讲渭水吗？嗯，讲讲渭水，讲渭水。其实呢，它就是甘肃，指的是甘肃啊。但是在这边呢，他这个霸凌是，我是？他说主要指的就是陕西。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霸凌指的就是，呃，象征着。 陕西的中共，他们的发源地，你明白吗？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菩萨说，这个霸凌呢、啊，象征着呢，就是就是这个中共，因为美中在博弈的状况下，他就要菩萨说，他就是一直要把这一个锅甩给。 他们这个二零二零开始的这个锅，你知道吗？他们搞的这个什么呃大重置的锅，他们借由这个黑猫的事情，他们要完全甩给中共。所以这个霸凌的意思指的就是中共。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美国他是故意的，他要甩给中国，他就是要这样子做。所以你们会说，有的人现在就是会不相信白帽联盟。其实你还是。 还是得要相信白帽联盟，为什么？因为美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二零二三年其实很清楚的，可以让你知道说，他们其实美中该合作的部分他们会合作，可是不该合作的部分、竞争的部分，他们一样会竞争，这样你懂吗？但是中俄的结盟是真的，好，那变成说整个的你忙中忙中忙中，忙中你有错吗？ 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菩萨说他们彼此的怎么样深切的这种忌惮，有自己的心在嘛？忌惮他们没有无私无我，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在美中的联盟，美跟中他不是联盟的哦，他是比拼，他还是在竞争。这样，尤其是美国的军方，所以菩萨说你不要太相信美国的资料，你知道吗？ 这也是菩萨跟我讲，我才知道的。就好像你喝醉了，你不知何去何从，你不知道要去哪里。菩萨说的，你就皈依美国。大部分人都是皈依美国，皈依欧欧欧欧欧,欧,欧洲。你没有皈依，也没有要你皈依中国，也没有人必须要皈依中国，没有，那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所以不是他说，其实这一次主要他就是搞一个心理作战，他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多么严重的事情，其实不是，他完全就是墨子希望，只要他们不断的制造副产品，是墨子希望这个东西它就悬浮在空中。所以你不知道你真正应该担心的是 PM 二点五，真的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东西。不是他说你就不要再听他们的了，因为。 他说：“就像是李广这样子，轻松饮里睡朦胧。哦”啊，他他就在比喻这个事情，而且他说美美国跟中国，他他在对抗，所以呢，他就锅美国就是媒体比较厉害，那他就锅就一直甩给中国。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可能他们这个这个江泽民啊、哦，他们跟这个美国的阴谋集团有合作。 对不对？后、啊、我在查这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可能有提到习近平。但是你说习近平能不能够完全知道这些事情？我认为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他又不是博士，他又不是真的发明者。他们只是可能他们要做的，可能真的是就是。 清理阴谋集团，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因为二零二三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说过的二零二一、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六六六受印的最后一年，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东西出来？类似大重置，但并并不代表他们未来就是要继续搞大重置，他们是要搞一个新的、不同的新世界秩序。但是我问的这个问题是说，那你到底是不是？ 真实的就是说，不是他说你自己实验啊，我已经有问过他好多次，他说你自己实验啊。如果这个东西真的你说的这个脱落真的这么的厉害，为什么你都没事呢？你没有被黑猫的人，你都没有事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说有啊有啊有啊，你拿来给我看啊！ 我自己亲自做实验，就是没有啊，所以我之前也也也有被骗呢、欸。后来我发现，那应该是起司过敏。你真的应该担心的是起司本身，还有什么 p n 二点五本身。不是他说那个比较恐怖，还有最恐怖的还是不是他说的五 G 加 WiFi？他 WiFi 里面都给你五 G 不论是中中华电信各种的电信公司宽频，各种的第四塔，它全部都给你释放出五 G 加 WiFi 了。 有的人说啊，不到五 G，不到五 G 也很恐怖啊。二点四 G 或者是呃那个呃四 G, G、五 G WiFi 也都很恐怖啊。WiFi 本身就恐怖了、啊，你二点四 G 也恐怖哎，你知道吗？只要你在家里有个路由器，你就恐怖。一定要把它无线网路关掉，一定要请你的工程师把你给关掉。就是那一台小黑盒、小乌龟，他们就俗称小乌龟。 那一台黑盒，不论你是第四台，你是中华电信，你是台哥大，你是任何一个电信公司，o net 什么，你一定要请工程师把他那个网远端网页直接关掉，而且要关给你看，亲眼关给你看，或者是他 print screen 给你看，截图给你看，说这个真的关掉了，你不会再头晕啊、头痛啊、身体一直发炎。不是，他说这个比较严重，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些，知道吗？ 真的不是脱落的问题，不是，不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为什么？因为你轻松眼里睡朦胧，你就像一个喝醉的；轻松眼里睡朦胧，你就像李广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裂的是什么东西。等到真的让你知道那个是石头的时候，菩萨说是石头，就告诉你，就是石头嘛，就是那个东西，不子希望嘛，就是那个东西嘛，其实就是石头嘛。 你不要再去说那个被你被骗的东西了，你真的被骗了。那些菩萨说那些博士很坏，绝对有拿钱很坏。你以为他们真的死了吗？可能没有死，他搞的都是在骗局。菩萨就这么讲，因为他说美中啊，美中在博弈啊。 你以为你以为美中一直没有在对抗吗？你以为川普跟习近平就没有在所谓的对抗吗？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一起合作的部分就是清理阴谋集团，但是美中的对抗，他还是持续在对抗。你懂意思吗？啊，不然如果这样子的话，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各自都怎样都呃叛国罪了、啊。 他们没有啊，他们各自都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他还是在抗对抗。俄罗斯也是一样啊，而中俄的的的的,的结盟也是美国搞的，啊。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会怕说啊，这个这个白帽联们可能是假的，其实并不是假的，是他们共同利益，就是他们推翻掉，一直要把他们这些这些还是。 这是真正的呃，领导者的的的的的要把他们变成是把他们给暗杀掉的罗斯柴尔德跟洛克菲勒他们，索罗斯他们，他们还是要一起去干掉他们，因为这些人是成千上万的人啊，都是他们的爪牙，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叉叉就是什么？骷髅会的人太多了。 光明会、共济会的人太多了，他们一直都只听从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的话，对不对？听从那些呃，这些什么什么是那个呃什么那些大重置的那些什么什么论坛的的话，这样，因为他们相信撒旦，他们都是撒旦邪教徒。 或者是说，他们就有一个共济会的机制，每日台共济会啦，全世界的这种共济会，他们就一层一层的课程体制，一直听他们最上面的话，下面的共济会的人也不知道上面人在搞什么，他们都不知道的。下面的人不会知道上面人在干嘛，所以最终为什么菩萨会叫我说一定要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因为你们被骗得太惨了，你们因为这个名。 所以我就一直说不要崇拜，你一定要学会去质疑，尤其是美国的东西，一定要去质疑。英明尚德，他根本就是没有道德可言，他亡失了，丧失了，亡失了就死亡，他得没有没有得啊，所以他就是拿钱办事啊。所以博士会骗人也是很正常，尤其是洋人，现在洋人你根本就不要相信他们，我就一直跟你这样讲。 反而你们都一直去觉得说中共很坏，其实中共早就江泽民早就被习习近平给干掉了，而且在罗斯柴尔德在中国的部分也真的被习近平给禁止干掉了，真的，我有给大家看过香港的牌照。 他的那个江泽民的那个白手套，就是罗斯者罗斯柴尔德白手套，罗斯柴尔德的白手套就是江泽民，江泽民白手套就是他那个他那一个干女儿被干掉了，他在香港是没有办法赚钱的，真的。有的人说还可以啊，可以啊，换做别的公司没有啊，你自己去查，我查就是没有办法。 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可能几其他的公司啊继续在赚，但是他在金融部分，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习近平真的不发给他牌照，所以你不要再怀疑习近平，不要再怀疑习近平，习近平真的是很爱中国的，所以他不可能。有的人会怕说啊，那个大中资会继续会继续什么的，中国的崛起是不会继续这些东西的，他就是，而且而且。 而且罗斯柴尔德没有跟习近平合作，没有他跟江泽民合作，是习近平干掉了罗斯柴尔德在中国，所以罗斯柴尔德是控制全世界的，他们要干掉他们有那么容易吗？你说这三百年来要一下子干掉有那么容易吗？他当然花个三年是很正常的，所以菩萨就是一直叫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你们不要再相信脱落了。 他说：“你们就像喝醉的、睡朦胧，但是这不能怪你，不能怪你，你是李广，你现在就像李广。那嗯，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因为啊，他说现在所有你你相信脱落的人，你就像是李广一样。为什么你不要相信？因为李广跟匈奴去作战失败，那被这个汉武帝呢就贬为平民。他用这个故事、寓言的故事来告诉你。” 好，过着隐居的生活。那有一天呢，他李广就遇到朋友嘛，来访嘛，那就一时就是朋友之间聊啊聊啊，就是一兴起嘛，一时就心情高兴的啊，兴致来了，他就趁着黑夜的时候出外到这个霸陵，就是这个陕西这个地方，啊，这个汉文帝的以前那个古墓那个地方去打猎，去霸陵打猎。 那就看见了一只老虎，那他以为是老虎啊。好，那么呢，他就射箭。但是你要记得，那是晚上哦。你晚上看见了一只老虎，难道是真的是老虎吗？古时候又没有什么探照灯，没有啊，懂吗？那么顶多他就带一些烛火，烛火这样飘啊飘的，随着风这样吹啊吹的，忽忽明忽暗，忽明忽暗，那你就以为那是老虎的形状。 结果呢，他就射箭下去之后，他就他走进去看嘛，看老虎死了没嘛？结果他发现是石头，菩萨就跟你讲说，是石头，是墨子希望，而这个箭呢，就射入的这个石中。好，那么只有这个箭羽毛嘛？以前古时候的的箭，它有羽毛的，箭的尾巴有羽毛。 就留在了这个石头外面。那么李广知道呢是石头以后呢，他再怎么射，他也射不进去了。因为当时候跟朋友来访的时候，他们在喝酒，他喝醉了，喝醉了想啊，就跟发一点酒疯，他就出去说：“我喊我们打猎，我们打猎。”那李广很力气很大的，就真的这个箭就是以为是老虎，就用尽的吃奶力气就把它射进去。 结果呢？他知道原来是石头，走近一看是石头。那他知道是石头以后，他心里的认知想说：怎么可能可以射进去石头？他心里认为射不进去就射不进去这就是量子力学，这叫做以心应心。那、啊，那你明白吗？人的潜力有多么大，你知道吗？这是真实真实的故事哦，这不是假的、哦。只是菩萨用比喻的方式让你知道、哦。 你一直恐惧，你一直恐惧，有脱落，有脱落，有脱落。菩萨就说：“早就跟叫我跟你们讲，那是反苗网军，他们被骗，他们真的被骗。以他们的智商，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能力知道真跟假。他们就是二十几岁小朋友，三十岁小朋友，他什么也不懂，拿钱叫他干嘛他就干嘛，而且他还信以为真，真的以为有脱落。” 你证明给我看，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有脱落？你知道那墨子希望有多小吗？纳米状，比你的口罩小五倍到十倍，有的还说二十倍。那么小的东西，你悬浮在空中，进到你的肺部，进到你的肺泡，你久了你不死也半条命吧？你这个百分之九十九你不讲。 就一天到晚在讲那百分之零点七，你觉得这合逻辑吗？你懂吗？后来被霸凌的这个官员，好，就是不是那个霸凌，不是把人家霸凌欺负人，不是那個、那个霸凌，此霸凌卑 a 霸凌，霸凌是指陕西征兆，指的就是象征着中共，所以呢，这个官员呢就制止了李广。 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汉文帝的那个陵墓那边，他有人守那个陵墓的。结果你在就在那个地方，陵墓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那还、哎、那个这这几十公顷，甚至百公顷吧，还是什么？那全部都是不能进去的地方、欸。哎，结果你就进去了，还在那边打猎。当然，官员看到要制止这个李广跟这个朋友在打猎，你当然不能在那边打猎啊。 那边是明言规定，就是不可以进去的。你就给人家进去因为你喝醉，你就发酒疯，就进去了。发酒疯力气又更大，因为你很害怕。哇，那吃奶,奶的力气，以为是老虎，怕被老虎咬，就赶快射进去。一看，哎、欸，才知道是石头。好，结果呢，这个。 被这个守守这个古墓的这个官员啊，就出演羞辱了昔日的李广将军，因为他是将军嘛，后来他被贬为平民嘛，因为他跟匈奴作战失败了嘛，就这样了，因为他比较纪律很差嘛，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嘛。结果李广呢，他就记恨在心里面。李广的个性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会失败？他就是心胸狭窄，明明就你不对，啊。 那那个人家有人在守卫的，你不能进去就是不能进去啊！就你给人家进去还给人家打猎，好，那么他就记恨在心里面。后来李广呢重新被汉武帝所启用的时候，他就借故借故哦，就是随便拿一个理由，就叫其日这个霸凌的这个官员，以前呢羞辱他的这个官员呢，借故就把他杀了。做人也是不能这样啊！ 你如何的出言不逊都不至于到死刑啊？你知道吗？生口意的三业，口业是口业，深业是深业，那不一样啊。口业有的人就说：“哎呀，回谤罪啊，应该把它把它把它删除掉。”大家骂来骂去的多的是，为什么要怎么回谤啊？什么什么啊？怎么是回谤罪啊？什么什么？你嘴巴骂人，那个人会少一块肉吗？不会啊。 那个跟霸凌又又不一样哦，啊，你说那个霸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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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那人家也没有真的让你怎么样啊，也没有啊，对不对？除非你是真的去他家骚扰，还是干嘛让他想死或杀死，所以没有错，网络上的霸凌是很过分，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是言语上，不至于到死刑，所以这个李广是心胸非常狭窄的。 这样，所以菩萨就是在用这个故事告诉你说，其实你就是被骗了，就那么简单了、啊，你被骗了，因为你一直讲，一直讲。菩萨说，现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本来就是心理战术，你也很清楚是心理战术。那你为什么要相信？心理战术就是一直告诉你说很可怕，很可怕！没有黑猫的人会被黑猫的人脱落传染。 根本就不是真的，而真正你他一直掩饰的，他一直不说的石头，你知道那个代号石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为什么不防范石头呢？哎、欸，它纳米状哎、欸，你任何东西拼二点五，它石头就像墨子希望，就像悬浮在空中的那个二点五一样，你为什么都不防范呢？ 你真的应该防范，是要用那个认真防范，应该用什么？肺部的这个 P 那个那个呃那个口罩，应该是不是普通医疗口罩吧？应该是什么 N 九五吧？或者是说真正的那个像他们那个、呃、美国佛州机场啊所画的那个壁画啊，要干掉习近平那个白白鸽子、那個，那个那个那个的壁画白鸟，它不是带着一个。 像那个纳粹的那个，好防毒气的那个设备嘛，你真是应该带的吧？之前警察也把它买来带，对不对？你反而可以防二点五，因为 p 二点五很小，更不要讲墨子希望有多小，它比口罩还要医疗口罩还要小五到十倍啊！我还是保守的计算，对不对？ 那你应该戴的是 N 九五吧？现在应该每个人戴的是 N 九吧，对不对？好，那你说 P 二点五啊？煤啊？啊，台湾不是一天一天到晚在烧煤吗？啊，你早就台湾早就应该出来抗争的是煤耶！你不去管这个煤，不去管墨子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的，你去管百分之零点七，你的逻辑在哪里？你告诉我，你说菩萨在骗你，他为什么要骗你？ 他不拿你一块钱，他为什么要骗你？我问你啦，我本人也本来曾经这样相信过，为什么我要骗你？我讲这个为什么好？我可以骂骂反喵喵啊！我是为了骂骂反喵喵吗？不是啊，因为真相就是这样啊。不然你告诉我，没有黑猫的人被黑猫的人怎么样了？你告诉我，你来讲来听听，怎么样了？ 你不是逻辑很好吗？来讲，你没有喵喵的人被喵喵的人怎么样来说来听听？来说啊，你说啊，你说那些啊，有可能啊，什么协议啊，不不不，那你给我看呐、啊，你真实一个人趴下去给我看，就直接倒了给我看。你不是一天到晚就坐坐这个公车，坐这个捷运，坐什么？谁趴下去了？谁趴下去了？是没有黑猫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那些说菩萨说谎的人，来告诉我；那些说菩萨不准的人，来来来，啊，踹供来踹供。那些说迷信的人，纸杯是迷信的人。五千年的文化，自周文王开始，文武孔子开始，都是纸杯啊，你知道吗？只是他后来变化成一百个签，六十个签。 它一开始是六十四个竹签，那个叫什么？以心应心，那个叫五维度以心应心。那个力量在你的心，在你的心中，那个是什么？那叫量子力学，对不对？那個、叫物理，它不是化学啊，它是物理。它根本的存在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你绝对是可以相信的。结果你不信。 说这个是迷信，请问一下，好，你说那个科学，你可以相信科科学相，你能够相信什么？西医都在骗人呢、欸，五千年的你不相信，你就一天到晚崇洋媚外，去说中中国人有多烂又有多烂。中国人如果那么烂，推背图为什么那么准？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准？不费一兵一卒。还有这个，嗯，这个什么？ 呃，这个刘伯温，你知道他其实是姜子牙，他们谁又在转世的姜子牙？姜子牙转世成这个诸葛亮，诸葛亮又在转世成刘伯温，他们就是同一个灵魂。为什么始终那么准？因为他们有发愿啊，生生世世你有愿力就不一样啊。 就像那个剑一样啊，你生生世世这个剑，你就是你的、你的自始至终，你临终最后一念，你想的还是国家，你未来都还是，还是就会为国家。你心里想的是这个，你临终最后一念想的是呃父母，你来世还是做人家儿女？你心最后一念想的是太太，你来世來做人家先生？你最后一念想的是呃先生，你最你来世來做人家的太太？你最后一念想的是？ 儿女，你来世还,还要做人家父亲母亲，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是真正的真正的关键，叫做临终最后一念。师傅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很重要的口诀。啊，中阴身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临终最后一念，不是中阴身。 临终最后一念才是最重要，不是断气那一刻，是你的灵魂离开的那一刻。而你灵魂通常会在灵，身体里面待个这个这个呃十二个小时，八到十二个小时不会离开。所以为什么不能马上送冰库？三这个十二个小时以后才可以送冰库。那为什么三天以后、三天半以后会醒来？因为他灵魂本来就这样子。 他要脱离身体，不是一下子就脱离，因为你不是大善人，你也不是大恶人，马上下入进入地狱或马上上天堂，你不是，你不够轻，你还是浊的，灵木，你还是浊的，就那么简单。所以说，整个的为什么不是要告诉你们讲说你们被骗了，用这个签诗告诉你来作为一个证明，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也不需要你一块钱啊，你懂吗？ 而我说我哈，就是本来用那个说人解字查了每一个字，我都查查到那边去，你知道吗？你知道说人解字很麻烦的，就一直查一直在查，被他们给毁了，所以我就必须就是重重重开机重关，那里面东西就不见了，就非常反正非常的麻烦，非常的烦就对了。所以网军很坏，菩萨说是一四五零给我搞的，所以你不要再用中华电信，不要再用 Windows。 Windows 本身就太多漏洞，你觉得比尔盖茨会干什么好事？他是贴膜哎，比尔盖茨就是贴膜啊，啊，就是最坏的，就是比尔盖茨啊。当然罗那个罗斯柴尔德他们更坏啊。好，洛克菲勒家族，比尔盖茨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为什么要一直相信美国？你告诉我，他们真的长得比较帅吗？ 丑死了！那个面相都不能看的，中国人比较好看，面相比较庄严。每一个外国人都是这样，嘴唇上嘴唇薄的要死，磕薄的要死。那个鼻子鼻子根本没有鼻翼，磕薄磕薄死了，鼻头都磕薄死了。那个眼睛啊，爱斗争啊，又磕薄。 那那个眉林眉林骨突，那是因为寒带，寒带就会眉林骨突，那是很正常的。鼻子挺，寒带就会这样子，就容易这样子，并不完全说是，就说是那个啊、呃，怎么样？就是啊、呃，就说这个面相只能符合，只能用在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面向学，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集合所有各种来中国、从外国来到中国的人太多了。从西域、中亚、中东、非洲来到中国的人很多很多。你看，俄罗斯也来中国，各个国家都是来中国的，所以它是适用于全球的。外国人也来中国的。 你说外国人长得有多可怕？啊、嗯，那不然为什么人家说鬼子鬼子啊、呃，日本鬼子鬼子啊、呃，洋鬼子洋鬼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很丑啊，在面相学，我不是说现在的这个眼光来讲，啊我们指的是那些啊、呃，就是有巨大影响力的这些在台面上的人，不是只说一般平民，一般平民我们管他去死，他也没什么影响力。 有影响力的，你一定要看他的面相。真的，我看外国人没有几个好的，包含川普总统，他的面相也不是很好。我说过了，他是吹本口嘛，但是至少他的眼睛还是善良的。他是善良的眼睛啊，他不是邪恶的眼睛。为什么眼睛可以变中间？一个眼睛就代表百分之七十。 就这样，而且眉毛跟跟眼睛太靠近，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就是都是大部分都没压眼。可是因为他秃嘛，他眉棱骨秃秃出来的部分也要算，而不是只是算我们东方人的。我们东方人不秃嘛，秃的部分要算。他们通常眉棱骨凸出来的部分。 大概有一公分多到两公分，对不对？尤其是男生，那个要算。好，但是我们东方人呢，就是平的，我们很少秃的。任何人，无论你是谁，秃的都要算。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就像是一个屋檐一样，那个屋檐要算。有的屋檐一公分，我的屋檐两公分，凸的很，就是很深邃，那个要算，你知道吗？ 很多人根本看面相的人根本就不懂，还要我来告诉你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对啊，所以说时运的部分就是时运未到哦，又遇匪人，安分守己。我们就是遇到美国的中情局放的消息，他为什么这么放消息？他就是要搞。 搞中国嘛，就这样啊！他要搞说，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中阿 Q 啊干的啊，中共干的、啊。美美共跟中共他们有合作的部分，他就全部甩锅给中共。啊，你怎么都不说美共呢？你怎么都不说美国军方呢？为什么都不怀疑美国军方呢？为什么？那你不是双标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人也不要双標,、啊、标啊！因为菩萨他不用双标啊。 他又不用吃，他也不用喝，他也不用钱，他为什么要骗你？没有意义啊！他骗你干嘛？对不对？所以本谦者英明上德啊，就是说这种我因为我问的主要就是这些博士们说的是真的吗？不知道说他们丧失了道德，徒有这个虚名啊。所以啊，凡事劳心，哎、欸，劳费心力啊，而无益者。 为了攫取一己之名利，你看，不是要说他们博士这些、这些、这些，呃呃，怎么呃财团呐、啊？他们就是为了博取一己之名利，自己的名，自己的利，要赚钱。好，然后呢，上期的德,德行，你德行都没有了。好，你认为他们真的被杀了吗？我跟你讲，可能没有，都没有被杀。 你明白吗？你有真正看到他的死尸吗？没有吗？都是放话影片而已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coughs>。我就是跟你说，你就是亲自做实验嘛。你没有喵的人你去，你去跟那些有喵的人一天到晚绑在一起就没事嘛。不管在诊所、在医院、在现在都可以脱口罩，你你怎么了嘛？你以前有口罩跟没口罩，它不都一样？那口罩有什么有什么屁用啊？到底？ 所以你本来就没事啦、啊，你为什么要去相信？就是菩萨一直跟你讲你的，你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个事情，因为菩萨说那个恐惧会让你免疫力直接就下降的更快。以前呢、啊，我们做过一，以前我们就听过那个医学院的他们在做一个实验，就是心理实验，是真实的事情哦。心理实验就是一个人给他看了七天的那个呃那个。 很恐惧的影片，很很不开心的影片。然后一个人呢，这个就对照组跟实验组就给他看非常快乐的影片，好，非常欢喜啊的影片。结果两个人就一直在七天当中一直测他们的免疫力。结果呢，这个看恐惧不欢喜的这个影片呢的这一个这个被实验者他的。 他的免疫力呢下降了，很低很低，大概，呃，就是他们说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快乐的看这个一直不断的喜乐啊、呃，也不是那种那种那种呃，怎么讲，那种很很很白痴的那种奶头乐，不是，就给他看那种很欢喜的，很很正正怎么讲啊、呃、喜乐的。 啊、哦，那种影片啊，比如说平静的音乐啦，或者是水流声啦什么的这种，我跟你讲，他的免疫力测出来是这一个看恐惧影片的百分之，呃呃呃，比他高七九倍，他的免疫力哦比这一个高九倍，而这一个不好的这个人，他看那个恐惧的影片的是大概只有百分。 他我忘记了那个数值了，反正好像只有三，而这一个的话，他可能是很高，就是高达九倍。譬如说二十七这样子，他的免疫力竟然是他的九倍哦，两个差这么多，只是看影片而已哦。你跟我说心理没有影响身体吗？那不是在说谎吗？再说心理没有影响身体的，就试看看，心理影响身体可大得很呢，大得很。 所以你不要再去恐惧这个事情了。我讲很久了，不要再去相信脱落了，好不好？你如果真正要去研究，你应该去研究说石头到底会不会脱落？因为有人在讲石头是脱落的。好，我个人，我个人认为石头不会脱落。墨子希望不会脱落，我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全部都是骗的。 所以菩萨才会说你最后不知何处去啊，轻松眼里睡蒙了，他就骗你没有办法做实验，就是没有办法有工具做实验，你真的没有工具啊，你也不要骗人，你没有工具，你不能说看了一个影片洋人就什么都信，看到洋人就跪下去就拜下去，不可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然后看到中国人就好像这个。 呃，每个都小粉红，都是什么中中国人脑袋好的很多，好不好？学霸一堆，中国人也不是永远都是那么的坏，所以李敖、啊、才会说，台湾的十个笨蛋标准里面有一个就是一直认为中美国一直灌不断的灌输你，从蒋介石的替身那时候开始灌输你，要不是信息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蒋介石是替身，好吗？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说。 而且我们最后也证明了，他真的是替身呐、啊，就何云呐，毛泽东也是替身啊，是农民啊，他根本长得不一样啊，所以以前的细胶没那么发达，现在细胶很发达，就是这样啊。所以，而且你说克隆这个东西，川普。 我在一个影片里面好像看到还是什么的，还是一个文一些文字里面讲，川普说他说大部分的克隆是，他说根本没有很多克隆，他说是少数少量的，所以你不要太相信克隆这个事情。你说他很成熟什么？你亲眼见到了吗？少部分真的有啦，不然川普怎么会说少部分真的有？ 可是大部分要去制造完全的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人，几乎是很难的，不容易的。菩萨就说了，他说用骗的比较快，因为他是心理战、认知作战，他就是心理战，啊，就是一那个精神科的那个呃，精神科的那个。 那个实验你就知道了嘛，他是心理实验你就知道了嘛，看影光看影片而已，对人的免疫力相差这么的大，好，所以我们就说到这边，让你知道。好，那么受世人的辱骂，你们真的应该骂的是这些博士、欸，诶这些洋人诶、欸、不要就是双标，老是是骂中国人好不好？华人不要一直崇美媚日好吗？ 指摘者，好、啊、何用？神灵戒之，好、啊、神灵就戒之曰：那你你相信的任何的所谓的高龄，或者你所谓的这个这个耶和华、耶稣啦、佛菩萨啦，这个什么伊斯兰啦、神明啦、妈祖啦。 观圣帝君呐、啊，什么什么玄天上帝啊，他也说他是上帝啊，啊，这个四面佛啦，他大半天王啊，他大半天王啊，好、啊，这个玉皇大帝，他真的是大帝啊，他是上帝啊，你所有信的所谓的这些的天人呐、啊，什么的这些，他毕竟是一个灵嘛，他比你高嘛，对不对？所以。 他们就说啊，你切记忙中变作凶啊！你心里亡了，你亡失了你这个心，你用你的逻辑去想嘛，反喵会一一直在讲的事情，王军一直在讲的事情，所有媒体一直在讲的事情，通常都是错的，都是带反方向的，你就要反方向思考，就这样就对了。我为什么要骗你这个事情？我你我讲这个有什么好处？你好好的去想就好了。 我讲的有什么好处？好、哦，本为善意啊，好、哦，你本来是善意啊，你懂吗？为己之言行啊，当中啊，不知不觉中啊，将善心啊变为恶而导致凶，就是因为这些这些阴谋集团的，美国的中情局阴谋集团真的很坏，国安局很坏，这个斯诺登的，他们都说了。 好，你说中共很坏，好好、啊，中共很坏，他们都很坏。他们知道，啊，我们都有公益的精神，他利用你这个公益的精神来去，把你的善心变为恶，让你一直宣传这个事情。那你从头到尾你就没有知道是真相啊？你没有你的身体去尝试啊，去测试啊？那只有。 <coughs> 我只有听过有一个先生嘛，他就他就出来讲，他是公开的讲那个影片嘛，我就看过那个影片嘛。后来那个影片带跑来去了，不然我怎么会看过？他就说他天天照顾他的太太太太，他的太太好像是做护士，结果就是因为被逼迫要喵嘛，啊，他就那个了嘛，那个神经就一直抖动嘛，就很可怜，就躺床上，直接躺床上，根本没办法下床了，对不对？ 那他总不能放弃他的太太。他说：“太太以前因为美国的护士赚很多嘛，都是负担家计很大的部分。那他自己现在当然不能够放弃他的太太，就一直照顾他啊。如他就在讲，如果说真的这个脱了外套落在你家脱落，真的这么可怕？为什么他们家都没事？他们家都阴性？为什么？你告诉我。” 他就在讲这个事情啊，他说不要再一直在讲脱落这个事情。他好久，你看几年前他就在讲这个事情。我就只有唯一看过他的影片，他在劝人家不要因此放弃你已经黑猫的家人，你不要因为他这样，你就不照顾他，你就放弃他，你害怕他传染给你，他就真的没有传染嘛？何况也有人都知道了。 病毒啊，什么细菌这些，难道真的真的那么容易的去传染吗？如果这样，我们应该都不存在了，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就是，我说这个是没有好处。我两个频道都被砍掉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的功用就是说真相，说实话，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被骗，我也曾经被骗，我不想大家继续被骗，就这么简单而已。 因为我们是追求老子，我是我们是学习老子，我们真的是喜欢老子，追求宇宙的真相，且与时俱进。我们与时俱进啊，新的信息就是告诉你这样。我们人都是靠讯息在活着的，你没有讯息，你会死掉，你知道吗？那个松果体也是靠讯息、欸，你有呼吸，你才是活着的，没有呼吸就不能活了。呼吸本身就是讯息。 你看，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去学那个龟息大法？中国真的有这个东西，叫做龟息大法，是真的。你你如果真的练，你真的可以一个小时呼吸很少很少的呼吸。那为什么龟息大法？因为乌龟就是活很久，它一天大概只有呼吸零点五次，没有什么在呼吸，它都活着。 就归息大法就是这样啊，人也可以学归息大法。然后呢，我们这个我们闭关的时候，我我我们都在修，我我我我们都在修习什么，你知道吗？学习什么，你知道吗？龟鹤吐纳法，真的，你看乌龟跟鹤为什么那么长寿？你看它怎么吐纳的？因为人就是呼吸之间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如果说是你频率高了，你的吐纳就少。 就长，所以你说他们那些黑猫的人为什么那么快死掉？我就跟你讲，你不要跑步嘛，跑步你呼吸就快速啊，那你就快死啊。所以为什么不要急剧的快跑？为什么中国人说他要慢慢的打太极？他是非常有道理的。气功本身就是延长你的呼吸，呼吸越少，所以为什么你什么都学西方？ 跑步，跑步，跑你去死，跑你去死！你看所有跑步的黑猫都嘛死，都嘛死掉了。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西方那个什么博格医生的？我就跟你说，他不是医生的嘛，他出来骗的嘛，他背后有势力。我早就这样讲，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踢爆他，说为什么都要把他留言删掉，好几个，那个留言的都简体字。 人家都发现他了，他根本不是西医啊，也不是什么自然医学医生啊，他根本没有执照，他就是一个整副，就像我们台湾的那种整副整集师，阿内娘的阿内娘，整集师跟医师他是不一样的，好吗？博士跟硕士不一样，博士跟学士不一样。 这样，所以我觉得人就是不是啊，就是说你不要被人家利用你的善良。他说将善心，你看最左边哦，将善心变为恶而导致凶啊，懂吗？好、哦，君之命也啊，寒鱼离水，就像寒潭里面的这个鱼啊，离开的水，鱼离开的水。 它能活吗？不能活啊，对不对？那人如果一直在水中，人不能活啊。所以就看你是根据什么而活嘛。那你就像是鱼离开的水一样，它没有办法活啊。因为它是用鳃嘛，没办法活。鱼就是需要水啊，啊人啊就是不需要水啊。哎、啊，人需要水，人身体百分之七十是水。 可是人不能一直一直沉在海底海洋里面吸吸吸气呢，会死掉。所以你就是要有逻辑，要有因果，要有这种想法，这样子。好，那美中不足。好、哦，若问阴谋如何结局啊？就像你鱼离开了水，你是没有办法活的嘛？这样。 那人呢？如果丧失了道德呢？看起来好像能够活，但是呢，会活得很辛苦，你知道吗？那你你会说不会啊？他们都活得很好啊！啊啊！你就看他活活活多久了？真的，你就看他活多久好不好？所以人还是人死留名啊。 虎死留皮啊！古人说的还是很真实的，很对的。虎死留下皮嘛，人死留下名嘛。所以，反正总归一句，李广霸凌夜死夜猎，就是你你以为的啊、哦！你你善心变为恶而导致凶，因为你不知不觉啊。 你切记，你忙中有错啊，就变作凶啊，不知道就这么讲啊。你忙着忙着，那那你就相信了、啊，忙就兴亡的意思啊，说你简直是兴亡啦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个事情，你要去查的是他们背后的这个德，背后他们的道德，或者背后他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你看那个那个 Steve 啊，他不是一直在宣传吗？我就看他的面相，我就说他一定是个骗子。 诶、欸、他的鼻中线全部都是歪的，他的鼻子整支是歪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不能相信，结果事实证明，他也是有拿阴、e、莫集团的钱在骗啊。你说为什么我会相信？因为他一直在带一个风向啊，这样，我觉得啦，他一直在带一个风向，就像反反喵喵他们也一直在带风向啊。 有有必要这样吗？而且好多人一起在带一同一个方向，一个风向，那不就跟媒体一样吗？那背后一定是有人给钱，你才会需要一直带媒体。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他们都没事？你不觉得反面喵,喵那些人都没有事吗？那、啊、你说那个那个王群光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王群光是马来西亚人啊，啊，我就觉得他这真的很可怜呢、啊 我觉得他都不至于到死的地步，我觉得他很可怜，真的。我们人有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你不能说他不是被弄死的。我认为他真的是被弄死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说司法那种一定是没有刹车嘛？他连刹车都没有，绝对是叫人家把他弄死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我怎么知道呢？ 我不知道，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只是看影片是不够的。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都不敢自己想自己对，因为我害怕自己想自己对。那为什么我会相信易经？我会相信纸杯？我会相信呃周王、周武王他们六十四竹签这些？我们也会啊。你竹签你可以排什么卦？什么卦？可以啊。 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个东西？因为我非常相信黄仁主上师，他是物理学家，他们是电学家，他们还有我长期在研究推背图，我当然相信啊。如果说这些你看不到的这些灵是你不相信，那你为什么要相信上帝？你为什么要相信佛菩萨？你为什么要相信关公、妈祖？你又看不见，而、哦、我真实也没看见过啊。有了，很小的时候看过，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是。 不觉得那是常常的事情，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的，很小很小、超小的时候看过的，对啊。但后来就从来都没有看过了。我不觉得那是就这么真实。他们真的很高大，我看的就是非常高大，穿白色衣服，就这样子。一看过那么一次而已，所以我觉得不竟然就是就是真的，他们就是。 因为，因为，因为那个心经，呃，《金刚经》都讲啊，我啊，勿以以身见我，以色见我，不以六根来见我，色身香味触法来见我，这些你都不要相信，因为无形无相无碍的那个才是最真实的法身，也是无形无相无碍啊。你看呐、啊，那个最可怕的菩萨说杀人于无形的那个四 G 五 G WiFi 那种杀人于无形的那种东西，不是也无形无相无碍吗？ 菩萨是,、啊、是出一个千说无形无相无外的东西，很恐怖嘛。还有这些这些进口蛋呢，也是一样啊，你也看不到啊，不是很恐怖吗？但你就把它吃下去，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吃哦，进口的东西不要吃，你知道吗？台湾人千万不要吃进口的东西，现在都不要吃进口的奶奶蛋肉，因为他我有这个方法，因为台湾的一些，譬如像我跟你讲那个莲华，我认为他们是被。 被放火的，被纵火的，因为不可能很多。他只要不听话，他现在在台湾的美国李某集团，你不听话，我就把你干掉，我就把你放火。你看圣人说的多准！圣人说，现在啊，只要不杀人放火，他二零一一年是二零一一年的时候，他就说，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就好了，就及格了。你看现在现在多准！十年后，你看现在多准就好了。 多少人在杀人放火？在台湾就活生生的，一直不断的在杀人放火，把鸡舍烧掉，啊，把人家的工厂烧掉，你不听话我就给你烧掉啊，就这样啊。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谢谢。